瑞穗乡妇女会八号上午举办了妇女会的趣味竞赛，精心设计各式各样趣味游戏，老少咸宜，不论是80岁还是18岁的妇女姐妹们都抢着参加，活力十足。用铁筷子将碗内的玻璃珠夹到另外一个碗里，难度颇高，难倒了一票妇女姐妹们，但由于挑战性十足，却也激起了姐姐妹妹们的战斗力。瑞穗乡妇女会趣味竞赛除了有些难度的，也有主打体力耐力的挑担竞赛。好，第三名第二组，以及考验手眼脑协调的乒乓球运动。每个竞赛项目老少咸宜，不论是80岁的欧尼还是18岁的妹妹，大家都抢着参加，活力十足。你们第一名开不开心？很好啊，很好哈，好玩好玩。你们第一名呢？我被很重，不会。大家都很高兴哦。你们这一组第一次拿到名三。第三名，开心开心，从开始都是这后面，备受妇女姐妹们喜爱。即便疫情期间仍然照常举办的妇女会趣味竞赛活动，今年度在县政府、乡公所以及地方议员的支持协助下，八号上午在瑞穗青莲寺热闹登场，吸引了超过400多位的会员参加。除了各式各样的趣味活动，也贴心准备奖品品项。今年的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多哈，比往年都要多出将近100人，所以我相信。每一个妇女姐妹呢，都很期待说我们瑞穗乡，包括我们县长呢，一直在提倡要全民运动，要希望能借由这个活动，刚好呢，让我们妇女姐妹都可以出来大家真的可以情感交流，也可以让大家呢，都运动。达到健康为目的。瑞穗乡妇女会为瑞穗乡第一大社团，成员有将近700多位。除了定期开办花艺、健康卫教或者手工艺等研习活动，也办理户外观摩或者趣味竞赛等等的休闲运动，让姐妹们借此彼此交流情谊，活动筋骨。记者石玉兰，瑞穗采访报道。